butterfly. It's really, really good enough. Oh, really? Give you a ride. 我实在说不下去了。刚才我们说的这段呢，就是《甄嬛传》里面的台词。大家可能这还挺觉得有点纳闷，对不对？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这《甄嬛传》不是马上就要去美国播了吗？那我们热心的网友呢，就担心这个美国人民看不懂，于是给他们创造了很多直译的英文台词出来。哇，你看这个《甄嬛传》现在多火呀，都要这个冲出国门，走向世界了。对的。甄嬛群星谱，华妃降星很矫情。2012年，甄嬛不仅从年头火到年尾，更从中国火到了美国。巨火的同时，带来的必然就是演员的红。饰演华妃的蒋欣，在闯荡娱乐圈多年后，终于是尝到了人红的滋味。剧中华妃那句“见人就是矫情”也被网友们奉为经典台词。说到矫情，蒋欣就自曝，这也是自己个性的真实写照。我永远都在跟他们讲，别管我，别管我，我有病，我有病。但是他们还是不好意思。到后来，我身边的所有朋友，只要掉了东西，立马先跪在地上捡掉，然后擦干净，才会去吃饭。这一点就很矫情。